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来看一下本周 Apex 限时免费游戏哦。那一样首页往下拉就可以看得到。那领取期限到3月8号凌晨0点哦，下礼拜五啊，凌晨。哦，然后这款好像就是一款跑酷游戏哦。哇，看画面好像蛮酷的，可是看评论好像又还好。尚可。需求好像也没有很高。那有繁体中文。OK， 那一样有 Steam 页面哦。目前是哦，还有极度好评，61篇，85%极度好评。哇，评论蛮少的。奔跑音乐，这算音乐游戏吗？不是什么跑酷游戏。那一样也有繁中。OK， 那评论的话，也有这么多篇吗？哦，我把那个中文的勾掉了，中文的好像只有一篇。那我看游戏时长差不多都一个小时左右，那也有人玩到十几个小时的，就玩玩看嘛，看看有没有对你的胃口这样。那个是小队这个，哇，英文的我看不太懂，就而且这么大一串，好看得懂英文可以看看啊，10/6 6分吗？10/6，还好没有10/10。哦，那个是 off 哦 ，6/10。哦，反正就一款跑步游戏嘛。又有兴趣可以玩玩看这样。这画面好像还蛮酷的啊，但玩起来怎样我就不知道了。好，那就记得那个，下礼拜五凌晨0点之前领起来哦。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